台东知名景点有最美的火车站之称的多良火车站，因为呢背后环海加上独特的铁道风景，吸引不少观光客。整修了快半年，在今天是重新开放了，力拼暑假的观光商机。靠在栏杆，映入眼帘的是蔚蓝海岸，还有迎面驶来的火车，景色惬意。啊，觉得来这边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不错了哈、哦！这里是台东多良火车站，背后环海，还有铁道风景，被誉为最美火车站。只是内部摊位老旧、动线混乱，加上观景设备不足，在经过半年丰原整修后，7月1号重新开园，要跟上暑假脚步，吸引游客到访。蛮美的啦，有点让我太惊艳了。真的哦。对啊，台东原来海那么漂亮。停半年多了。半年多了哈，收入影响很大了哈、哦。对。因为刚开始，所以人可能还比较少，大家快点来。等待半年修复期，终于等来开张。虽然第一天人不多，但摊商们已经蓄势待发，准备要抢攻暑假一波观光商机。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。